Hello，大家好啊！九妹今天呢就不干活，就跟大家聊一下天，聊一下我们2019年呢、就即将落幕了啊！大家肯定很期待了一个新年的到来，新的一年技术的新的挑战。九妹呢就给大家总结一下2019年的 的过去，看看有哪一方面呢做得不好，我们呢2020年。就把它补回来，不觉不觉，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！九妹回想了以前呢，还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村妇女。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，我也不太会说普通话，但是现在说的也是散中的。我今天这个声音沙哑了，也是因为我说话的太多了，导致到这个声音也变了。从2017年5月份拍戏到现在，有了那么多的粉丝支持九妹，九妹在这里感谢你们啊，非常感谢，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走到今天。所以呢，就想回顾一下我刚开始的点点滴滴。刚开始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过这个互联网那么的强大。真的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凑合在九妹的身上，所以才那么顺利的发展呢。也感谢到我们的九哥，还有感谢大姐姐，还有感谢我们整个团队，感谢我们的今日头条西瓜视频。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让我们拍摄一下我们农村的这些风景啊，还有风土人情，还有日常，还有美食。自己没有想过，真的做起了这个电商，能带动了那么多的就业岗位，像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婶娘的儿女。他们在外面打工了，也想回家里面，找了一个就业岗位，不用去外面，出门也可以打工，他们还有一部分的婶娘们，他们在家里面带着这些儿女啊，还有子孙，还可以在我们仓库这边打包，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份收入，也是给他们呢提供一个。方便便利的一个就业岗位，在这2年半里面九妹在朋友们身上呢学会了很多的东西。以前呢就是想的我一个全家人吃饱就以为呢就已经非常开心了，都没有想过自己能帮助更多的人像2018年呢就是。村民种出来的水果，也很顺利，已经销到了全国各地去了。那我们的2019年呢，不管是村民种出来的水果，或者养出来的这些鸡、鸭、鹅都也顺利把它们销售出去，这样呢，也是让他们有了一个更好的收入，也让他们的这里心里得到了那一分的收入呢，就会。更加及时的努力去，养殖种植了，然后九妹也不忘初心希望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但是那一部分贫困户，他们呢还需要我们这些更多的人去带动，然后呢，九妹这边也跟这些爱心的企业也。出钱出力去带动了，他们购买这些鸡鸭苗，让他们自己养。他们自己本来都是没有这个经验的，但我们免费发放给他们，他们有了这个免费的养殖，又得到了一种的经验，他们就会很有信心买了第一波、第二波呢，他有了这个本钱，那就继续的种植或者养殖下去。这个也是我19年这个扶贫的
一起走下去。我也希望2020年啊，现在2020年我们就开启乡村振兴了，也会也有九妹的身影在啊，我会继续的走下去的啊。啊，2019年，如果九妹在哪一方面做的不足的地方，大家呢就多多给九妹留言，让我们会在2020年给她完善好，会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们迎接新的一年，新的挑战，我会在西瓜视频等你哦，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九妹今天就来到啊桂林永福罗汉果基地啊，我们进去了解一下这个罗汉果，看看里面很多的品种，就是全部都是罗汉果吗？对。怎么那么小一包呢？这个是那种果心带的那个浆。哦，就没有果壳了。啊，就没有果壳了。比较只有里面的果心。这是罗汉果姜茶。对，罗汉果姜茶。它用果心做的。这种就是纯果心。纯果心。那它这个罗汉果喝起来有什么作用？那我们去那边喝一下，我已经叫他们泡好了。我们这个就是罗汉果茶了，怎么不是红色的呢？这个是用现在最先进的这种设备，把它真空脱水的，不是像那种烘口的。以前我们用茶果去烘口啊，现在环保了，开始不给用了。那只会放就大气造成污染，自从在生活的情况下直接真空，要把那水分经过微波，那边的微波呢只会加热那个水分，真空拿出去，也是因为蒸发掉啊，它现在用高科技来了，对，你看本来我们的想里面的罗汉果呢是红，是像红茶一样，对但现在很清。现在我们正在把自己的企业全部合成一个品种，因为我们今年刚刚合并了嘛，是28家，以前就存在最少28个品种，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品种把它合并成一个。这个生的，生的，其实生的也可以吃，生的就马上就吃，更清甜。反正已经来了，看了这个砂糖橘，我们顺便过来看一下这个罗汉果。来杯姜饼。哎呀！这样的人的教诲是这样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没有谁受啊他的。这个是罗汉果先提取，它我们喝的这个甜甜的，就是提取出来这个糖。哇，素糖。这个罗汉果提出来的吗？对啊。还可以提出像白糖一样的。厉害。这个专门那种糖尿病人啊，特别要过去是三高了那也用那种糖，因为它不能使用蔗糖。一般现在的糖，这种糖基本上全部出口美国、欧洲那边，在我们国内可能还有少量的企业用。那再喝多一份来。刚好我的声音不好。对，那个硬头是最好的了。来，东哥。要不要加点料？不用加了，那个已经够了。已经够甜了。等一下反功效怎么办呢？你以为越加多越好啊？好甜啊，这样。没问题。清清甜，它也不是那种。我来，甜到心里面，甜到心里面啊。九哥，暖洋洋的。九哥，刚才光哥问你们谈恋爱和九妹谈恋爱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么甜？是吗？这个饼干那干上去还甜，初恋还甜。这还是上你的初恋甜不甜？还是一下子就被那个姑娘糟蹋了？初恋酸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姑娘觉得是酸的，来喝了一个一杯这个罗汉果，罗汉果是甜的，才知道是甜的，也是甜的。要不这个表妹跟你喝这个交杯酒算了啊，交杯罗汉果算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光哥很老实啊！这个送给你吗？这个送给你吗？对吗？我说我准备买房了，要叫九妹和九哥借你钱，是不是？多少？差不多100块的，一点都不用说。这些全部都是东方神果。
罗汉果，其实这个罗汉果它药用价值非常高。这里是我们的整个产业园的理念是千亿的规划，百亿的目标，我们三年内要达到工业化，达到100亿。百亿罗汉果产业。今年产值是50亿。哇。这个罗汉果价值那么高啊！是啊，它深加工以后，等一下我介绍一些产品给你们，你们就看到了。今天是过来学习的。可以抓紧做起来。王哥学到了没有？每一个就是10亿啊，一个小目标，每年一个小目标，10亿啊。这样的啊？我那你就报十个亿了。报个10亿回家了吗？你千万不要失忆啊！啊，董叔来育苗的。种熟的，这是小的，这个拿了10年了。美女，要不要尝一个？罗汉果，那我也来一个，透明的，一勺零卡糖等于两勺蔗糖。对，是甜度的糖蔗糖的两倍。你这个是两倍啊，不是那个纯的，但是它也不含那个热量，糖尿病人也可以使用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也最好的了，糖尿病人。今年就很多人最放心的，就给老人家买了，最放心吃这个是。是啊，每一个都是用花的。这个放心了，公哥就到我能不敢答应吗？啊，这样才对啊！公哥买房子早就不值钱了。这样才是我们九妹，漂亮的九妹。哎呀，说答应回家买就寄钱给他，就唱起歌来了。对吧？好的，那我明天就回家买那个猪苗，然后养大了之后啊，就可以借给光哥了。是说真的吗？不是假的吗？我也是说真的。你那个猪长大才借给我？那怎么办？家现在家里面没猪，我只能买猪苗养大才借给你。哦，那不知等到何年何月？放心吧，明年就可以了。年底就啊，我就种多一点菜而已啊。等到明年可能我要不用你借了哇，明年可能光哥都长头发了。对呀，我来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九妹今天就来到啊桂林永福罗汉果基地啊，我们进去了解一下这个罗汉果，看看里面很多的品种，就是全部都是罗汉果吗？嗯，对。怎么那么小一包呢？这个是那种果心带的那个浆。哦，就没有果壳了。啊，都没有果壳了。比较只有里面的果心。是罗汉果姜茶。对，罗汉果姜茶，它用果心做的。那这种呢？这种就是纯果心。纯果心。那它这个罗汉果喝起来有什么作用？那我们去那边喝一下，我已经叫他们泡好了。这个就是罗汉果茶了，怎么不是红色的呢？这个是用现在最先进的这种设备，把它真空脱水了，不是像那种烘口了。哦。以前我们用茶果去烘口啊，现在环保了，开始不给用了，那只会大就大气造成污染。自从在生活的情况下直接真空。要把那个水分经过微波，我那边蒸微波呢，只会加热那个水分，真空完全没，也是因为蒸发掉。啊，他现在用高科技来了。对。哦，你看，本来我们的墙里面的罗汉果呢是红，是像红茶一样，但现在很多。现在我们正在把自己的企业全部合成一个品种。因为我们今年刚刚合并了嘛，是28家，以前就存在最少28个品种，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品种把它合并成一个。这个生的，生的，其实生的也可以吃，生的就马上就吃，更清甜。反正已经来了，看看这个砂糖橘，我们顺便过来看一下这个。来一杯姜的酒。哎呀！这样的人的教诲是这样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没有谁送啊，这个是罗汉果先提取，它我们喝的这个甜甜的，就是提取出来这个糖。哇，素糖。这个罗汉果提出来的吗？对啊。还可以提出像白糖一样的。哇，厉害。这个专门那种糖尿病人啊，特别啊，估计是三高了那也用那种糖。
因为它不能使用蔗糖，不能使用这种。一般现在的糖，这种糖基本上全部出口美国、欧洲那边，在我们国内可能还有少量的企业用。那再喝多一杯来。刚好我的生意不好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燕头是最好的了。来，东哥。要不要加点料？不用加了吧，那个已经够了。已经够甜了。等一下反功效怎么办啊？你以为越加多越好啊？好甜啊，这样。这个清甜，它也不是那种。我来。甜到心里面。甜到心里面啊，九哥。暖洋洋的，九哥。刚才光哥问你，你们谈恋爱和酒会谈恋爱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么甜？是这个比刚上去还甜，初恋还甜。这你的初恋甜不甜？还是一下子就被那个姑娘糟蹋了？啊，初恋酸。是怪不得你吃到这个。我觉得是酸的，来喝了一杯这个罗汉果。罗汉果是甜的。才知道是甜的，也是甜的。要不这个表妹跟你哥这个交杯酒算了啊，交杯罗汉果算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光哥很老实啊，这个手给你吗？对吧？我说我准备买房了，要叫九妹和九哥借你钱，是不是？多少？差不多100块的，一点都不用说。这些全部都是东方神果。其实这个罗汉果它要用价值非常高。这里是我们的整个产业园的理念是千亿的规划，百亿的目标，我们3年内要达到工业化，达到100亿。100亿罗汉果产业。今年产值是50个亿。哇，这个罗汉果价值那么高啊！是啊，它深加工以后，等一下我介绍一些产品给你。今天是过来学习的。王哥学到了没有？每一个就是10亿啊，一个小目标，每年一个小目标，10亿啊。这样的啊？我那你就报十个亿了。报个10亿回家了你千万不要失忆啊！啊，种熟来育苗的，种熟的，这是小的，这个拿了10年了。美女要不要尝一个？罗汉果，那我也来一个，透明的。一勺零卡糖等于2勺蔗糖，对，是甜度的糖蔗糖的2倍。对，这个是2倍啊，不是那个纯，但是它也不含那个热量，糖尿病人也可以使用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也最好的了，糖尿病人。今年就很多人最放心的，就给老人家买，人群减肥人群最放心吃这个糖，是啊。每一个卵子都是用花的。啊，这个放心吧，光哥就带我能不敢答应吗？这样才对啊！光哥买房子找九妹借钱，这样才是我们九妹漂亮的九妹。哎呀，说答应回家买就借钱给他，就唱起歌来了。对吧？好的，那我明天就回家买那个猪苗，然后养大了之后啊，就可以借给光哥了。是说真的吗？不是假的。我也是说真的，你那个猪长大才借给我，那怎么办？家甚至家里面没猪，我只能买猪苗养大才借给你。哦，那不知等到何年何月？放心吧，明年就可以了。年底就啊，我就种多一点菜而已啊。等到明年，可能我要不要你借了哦？明年可能光哥都长头发了。对呀。我来一个。